后来父亲过世了，心情不好，结果呢夜游撞到车，跟人家打架，经过竟然是一个警察，后来要判这个少年罪。对，可是这个时候在法庭上，这个爷爷啊跪求法官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判轻一点，因为爷爷说养子不教父之过，父亲不在了是我爷爷的错。我当年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看的那个真是会掉眼泪。我觉得很感激我爷爷，因为我觉得法官后来只判我保护管束，可能是因为我爷爷的眼泪，因为我另外两个朋友是去北关去蹲了，因为自己书读得不怎么样，唯一能够证明我至少不是个坏孩子，只剩篮球，我还记得我礼拜四去文大休学，然后再去区公所说，姐姐我要最快的一个体质，因为我想要赶快完成兵役出来打球，打出来。可是就是兵役服完了一出来特别垮，反正每天早上不管我再忙，每天早上我都是六点一定会起来，然后开始就送他们上课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下课的时候希望就是可以抽出至少这个时段，我可以去送或接这样子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责任了，然后开始体会做爸爸的感觉，就要做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，然后常跟孩子在一起，弥补你当年跟爸爸相处时间比较少。对，真的少，那是真的少。我最遗憾的就是我喜欢打球，然后父亲在没有看过我任何一场球赛，任何一次练球，真的他就离开，连三对三这种斗牛都没有。后来父亲过世了，心情不好，结果呢夜游撞到车，跟人家打架，竟然是一个警察，后来要判这个少年罪。对，可是这个时候在法庭上，这个爷爷啊跪求法官，希望你们都能够判轻一点，因为爷爷说养子不教父之过，父亲不在了是我爷爷的错。我当年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我在研究资料要不要让进演艺圈的时候，看的那个真是会掉眼泪。我觉得很感激我爷爷那个时候，因为我觉得法官后来只判我保护管束，可能是因为我爷爷的眼泪，因为我另外两个朋友是去北关去蹲了，爷爷那个眼泪，其实我现在只要回想到他，我就会想到这一幕。对啊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是我在篮球上面的转捩点，因为自己书读得不怎么样，唯一能够证明我至少不是个坏孩子，只剩篮球，然后那个时候就花更多时间在训练上面，我还记得我礼拜四去文大休学，然后再去区公所说，姐姐我要最快的一个体质，因为我想要赶快完成兵役出来打直篮，打直篮。可是就是兵役服完了一出来特别垮，新加坡去了之后打了，结果十字韧带啪断了一只腿，回到台湾打打街头篮球好玩，结果另外一只又十字韧带。我是同一只啊。哦，你是断两只，那时候人生就沮丧了，大概没有办法再打直篮了。那个时候你看任何东西都是灰色灰暗，然后讲任何即便是鼓舞的话都是很刺耳，都会觉得你是不是在考谁或者亏我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是真正很低谷的时候。低谷的时候这个时候来找我了吗？就是在那个时候你拉了我一把，就那天就大小 S 阿雅就我一个朋友蛮好笑的，然后介绍给伟忠哥，然后反正他就问我能做什么，我说都可以啊，我就喜欢带给他耍帅开心啊，可是我不会留在这边太久，我还跟伟忠哥讲得很清楚，我不会眷恋演艺圈太久，因为我等复健好我还是要回球场当我的篮球员。对，然后讲完以后伟忠哥用一个比喻，清朝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从小立志当太监，终于下定决心想要进宫把宝贝割了，隔天早上民国了。我还记得你讲了一个很经典，说你跟着我不保证大富大贵，但至少有口饭吃，但是很想做偶像，结果还是培养成为谐星。我也没有要偶像梦。 I'm sorry。 好，进广告，进广告以后，从此以后那个黑人就开始慢慢的找到路了。好，